Hello， 大家好，我是 Take a Look Tommy， 汤米先生啊，现在站在桂河大桥上。啊，他们小时候是有来过这里的，前面那边有个餐厅呢，是他们小时候跟父母亲来这里吃过饭，那时候很久以前的，就他们第二次来桂河大桥，我们还直接的可以去。啊，明天呢他们会放烟火，你看这边，已经有个烟火棒在这里，准备要放烟火的，所以明天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会来，因为这里过两天是个好像是一个桂河大桥一个怎么应该讲的一个节日来的。然后跟大家小秘密，他们以前小时候住过泰国，然后以前泰国在哪里吃过饭，在那里，那边，我在那里吃饭的，以前小时候，然后跟父母亲在这里，那是我住泰国的时候，这是我第二次来桂河大桥，那希望呢我的粉丝们也知道我的一些我的历史。哎，可是我来的时候，后面那座寺庙是没有开的，也是没有那个寺庙的。我现在来的寺庙都有了，所以其实在这一周，那么多年下来呢，很多事情都改变了。那他们也很开心，可以再回来原地再玩。然后呢，这是应该是给我自己粉丝们看的而已。所以这个下次再跟 Take a Look 讲，拜拜。